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，用正手如何才能抢拉拳台下的球。正手位步伐，先滑步，重心压右腿，引手甩腰出手。侧身位置步伐，引手甩腰侧腿，出手挥拍。这个右腿要充分的下压。中间位置步伐，用手甩腰侧腿。注意要左腿在前，右腿在后，腿不要侧太平。根据对手版型来产生快速的步伐启动。看完了别忘了点个关注哦。大家拿起球拍抓紧练吧。抖音